天去爬山是明智的，因为昨天啊，虽然有那么下了一点雨，但是整个环境是很通透的，没有雾。像今天啊，有些远处的山它就看不到了。昨天我们拍的就是那个老寨山，就是我指的这个位置。我们昨天从这个位置看那个老寨山是很明显的，现在就有点雾蒙蒙的。这边会有一艘艘的那个轮船过来，船来船往的。你想坐吗？不过这个我要坐那个漂流，两个人一个小木筏的那个。本来是今天准备要走了，然后看到这里风景这么好，就准备就待在这个停车点待一天，就什么都不干，我们自己做，也不出去吃。昨天晚上下来的时候，吓了一跳，有好几个老奶奶围着我们了，要停车费，然后开价50块钱，然后我们还到20块钱。一般都是可以还价，就是还到20就够了，所以给大家后面要来这里能提个醒。到时候我把这个位置我截图发到那个视频里面。那就准备晚上了，后面雨下的还蛮大的。对，突然下雨了，更有意境了，更有意境了。一人两个荷包蛋，虾仁炒荷兰豆啊，做表焖菜了，只有一种菜了，这是我们家里所有的蔬菜。叫别人不要来说了啊，不来说了啊。他们如果他们不在家去了，什么？如果有人家去了，你看，那我拍个照，我给他们看一下，好吧？好，我把你拍个照。哎，你们关一关，他们不相信。相信他是吧？你呢？嗯，烧葱关起来。我们今天一个切牛肉，然后猪耳朵、荷包蛋，荷包蛋是一人两个，你别给我吃三个，然后虾仁炒荷兰豆。你看看我们的酱油，酱油已经没有了，酱油没有了，好惨。不知道这个地方能不能买到美味鲜，我估计买不到。荷兰豆炒虾仁好吃。傍晚，雨还下大了。嗯。好看是好看，那肯定还是不下雨好看。不下雨，方便多了。今天哦，明天应该云雾会蛮多的。不吃主食开心吗？不开心啊。吃不饱总感觉。昨天我就很饿了。昨天我不饿。这荷兰豆甜甜的。我决定我肯定是吃不饱的，如果吃不饱晚上吃东西的话，那还不如现在吃饱一点。开始给自己找理由，晚餐又煮了一碗面，主食还是不能少是吧？这么一小碗。你看我就不吃面，我就吃牛肉和那个。你瘦呀，你1万块钱打赌呀，我也没打赌。